看脚看脚，这个折叠收纳袋看起来真不错，你来自己做吧。要怎么做呀？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彩色的 A4 纸，折出这样的宽度，对面呢也把它折过来。现在展开，边边上涂上胶水，把它贴住。中间的这条线再给它涂胶水，再贴住。那这样的小袋子呢，我准备了五个。现在用胶水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叠起来，完了之后展开，它就是折叠收纳袋喽。接着呢，要准备一张这样的硬卡纸，把我们的收纳袋包起来。那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可爱呢，我画了一些黄色的格纹，边缘也修得圆润了一点。现在准备好这样的小纸条，在上面涂上黄色，两端呢涂上胶水，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。重新把收纳袋包起来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装饰的环节了，可以找一些可爱的贴纸，像这样贴上去。我还准备了一本粉色的，也给它贴上贴纸，完成啦！接下来展开看看吧，容量真的超级大，你的零钱、贴纸、小物件都可以放进去哦。邓姐，来看看你最喜欢哪个颜色？